我提前留备一步结拜了关张二人，让刘备欲哭无泪。不对劲呢，十分得有十二分不对劲。书接上集，吕布来投奔流氓，流氓慌了。公若不弃，不愿拜将军为主，为将军鞍前马后。还好还好，不是拜我为父。<咳>魏郡都尉一直尚且空缺，若奉先不弃，可再领都尉一职。这吕布万万没想到。 流氓上来就给他这梦寐以求的官职，不，愿为民工效劳。恭喜宿主成功招募吕布，获得极品附魔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宿主可以将麾下猛将的武力值附魔到他人身上，最好是女子。哦，这岂不是直接造一个绝世女将，英姿飒爽的女护卫，这不得挑个好看的，比如貂蝉。也不爱。系统，快将狂热粉丝附魔给吕布。 虽说拜的不是父，流氓又有系统，毕竟那可是吕布啊。主公，不有一个不情之请？不情之前，说来听听。不飘零半生，只恨未逢明主。公若不弃，不愿拜为义父。吕布眼巴巴地盯着流氓，眼中满是狂热。奉先何出此言？快快下去。主公可以再考虑考虑，不先下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主公，此番随部前来的还有一些好兄弟，这些人个个武艺不凡。 弓马娴熟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快快请进来。片刻后，书房中，大人，您叫我来过来。嗯，貂蝉走来，流氓就色眯眯地看着他。大人若是喜欢，晚上公主服侍完您，妾身也可以的。在等你大一些的吧。那大人叫妾身来做什么呀？想不想离开那困住你的后院？大人，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？不是赶你走。 你有没有梦想？比如说成为一个女将军，统领千军万马。啊！可是我手无缚鸡之力啊！我看你骨骼惊奇，乃是万年难遇的练武奇才，而且我可以传功给你。流氓一本正经地忽悠道：“传功？世上还有传功之法吗？”“当然。”“那会不会对大人你？”“无妨，大人我天下无敌，这点损耗是能够承受的。” 貂蝉缓缓闭上眼睛，流氓装模作样的给他传起了功夫。谁看？大地瓜那么烤地瓜，一块钱能买仨。恭喜宿主成功为貂蝉附魔巾帼，不让须眉，拥有赵云全部能力。怎么样？我感觉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长城破。貂蝉看着自己双手，感觉现在可以一拳打死一头牛。拿着，这把枪送你了。好长啊！城外军营，教场中，关张几人正与新来的吕布比试，打得张飞都抑郁了。 可恶，这次的实力怎么这么强？将军，可愿让关某试试？好啊，来来来，吕将军小心了，关某的大刀刀势还算凶猛，可要小心应对。这，关某之过也，我伤你坐骑，这赤炭火龙驹便送与吕兄弟，当做赔罪。 不必如此，我这匹马虽跟随我多年，但却远比不得你这匹宝马。君子岂能夺人所爱？<笑>区区一匹战马而已，我送你一匹绝世良驹。拜见主公，主公，我拜你为义父那事，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就这样，慢慢度过了数月，来到了中平六年，被流氓附魔了活力四射的刘洪不知为何，还是驾崩了。刘辩为帝，自此乱世将起。大将军府内，大将军。 如今新军已立，应立刻诛杀宦党啊！本初你可有计谋助我扫平宦官？这又何难？大将军可召四方盟将及大批豪杰入京，并州刺史董卓、骑都尉丁原、泰山王匡、东郡太守乔瑁，这些人手握兵马，皆可助大将军肃清宦党。哎，可这太后不许啊！大将军此事刻不容缓，待得诛杀宦官之后，太后又能如何？ 嗯，这倒也是，即刻命人先立召先召西凉刺史董卓进京。大将军诛杀宦党，岂用召集大军入京？一个狱卒便足矣。若召集大军入京，恐招祸端啊！庆生容易，送神难啊！<笑>孟德怕是因出身宦官之后，从而对宦官心生怜悯。你不相与谋。冀州，何进为死之前。 曾命令张辽前往河北募兵，以此来增强自身权力。至于为何张辽从丁原帐下又跑到了何进麾下，此事说来话长，就不说了。招兵，包吃包住，就包吃包住嘛。你这福利待遇怎么样？死了之后有钱拿吗？月俸多少？
几日一练，伙食好不好？有没有肉汤？我这是在招兵，休要捣乱，赶紧滚！天，原来你这不是刘使君的募兵处啊！这在刘使君那是最基础的待遇，这些你都没有，你找的哪门子的兵啊？真下头！走了走了。你可恶，究竟是何人内卷？张辽虽然愤怒，但现在他也只能忍下来。何进让他在冀州招兵3000，如今距离3000之数还差3000人，他是断然不可能回去的。尔等随我前往邺城，我要面见刘使君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扰乱行情。军营，吕布手持大弓，30支弓被拉得如同满月。吕将军神色，哎，又让他装到了。哼，一德，你来试试。切，试试就试试。是谁？谁干的？三弟，你这剑法还得多练呢。可以啊，以德兄，这力道。了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欺人太甚！谁射的箭？给我滚出来！军营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给我闪开！放肆！军营甚地，岂容他人擅闯？来人，将其擒下！如若反抗，就地格上。